亲卖面包，靠谁我又怕被人闹，淘气气正我依家買麵包仲使乜落街㗎？揾個 app 撳下咪得咯。團外賣業務越做越好，投資回報率持續改善，兼且推出雜貨零售業務，美團優選，有望打入中國二三線城市，成為明年嘅新增長動力。睇好美團股價上揚，可以做翻相關嘅輪正部署。Tasty Money， 記得訂閱、留言同埋俾 like 啊！拜拜！啊，記得撳埋個鐘仔啊！